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瞻科技王国雄。那这边呢，我替各位介绍我们宇瞻科技，就是今年主打的两个方案，一个就是工业物联的防灾的建置规划，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的光学检测。那我们针对自动化的光学检测，特别针对面板和生技药厂，提出了 AI 加 AOI 的自动光学的检测的方案。我们解决了就是实务上就是自动化面板厂和生技厂就是所需要就是大量人工目检的问题。那针对现在的工业物联领域呢，我们推出的防灾主动式防灾的规划，就是避免了就是火灾，还有就是一些用电的安全，还有意外的发生。那我们独家的 LINE 和 Dashboard 的推报的方式，替各位业主就是节省了许多就是宝贵的时间，还有就是经费。谢谢大家。